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今天呢，我们是要继续给大家带来一款培乐多的牙医粘土玩具组。然后呢，这是我们的主人公，我们的蛀牙先生。然后但是今天呢，我们是要用我们的超级这个沙子，可以看到我们旁边这个白色的软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超级沙子，它也是一种沙子粘土，但是它呢是非常的软，非常的湿。今天呢是有请到了我们的常客，也就是我们的蛀牙先生。蛀牙先生你好。你好牙医。然后首先呢，我们是要给我们的蛀牙先生做出他的牙齿，然后用我们的培乐多的超级沙子粘土给他做出他的那些牙齿。蛀牙先生，你现在得张开你的嘴，要不然呢，你就会没有新的牙齿。然后现在呢，我们是给他准备好了他所有的牙齿，然后呢，都是由我们的超级沙子做成的。然后这个超级沙子呢，也是由我们的培乐多这么一个玩具的一个模具。然后可以看到，你只要把它拿出来就可以了，然后给它放在这个它的牙齿的这个位置上。现在呢，蛀牙先生，我们要开始然后看你的牙齿，然后医疗你的牙齿了。你哪里有疼？哦，我所有牙齿都疼。那你知道你到底具体哪颗牙齿疼吗？我不知道，我所有的牙齿都疼，那怎么办呢？如果你所有牙齿都疼的话，我们要把所有牙齿都要拔掉，这样的话你就没有牙齿了。我无所谓，你们都拔了吧，我不喜欢我疼的牙齿，它疼得特别疼，我晚上都睡不着觉。那我只能是在这里把你所有的牙齿都拔掉了。你真的是想要不要所有的牙齿了吗？不要不要，我所有牙齿都不要，它太疼了，疼得我实在是很难受，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刷牙的，虽然我没有牙齿了。好吧，那我现在是只能是先把你下半部分的牙齿都试着拔一下，然后你看看你到底能不能接受，拔的话呢会很疼的。然后我现在呢先给你拔第一颗牙。准备了。 Ouch， 好疼啊。我知道这肯定会疼的，因为它拔牙的话肯定会疼。这个可以看到我们的由我们的超级沙子做出来的这个牙齿呢是非常容易就碎了。然后现在是我们的第二颗牙。 Ouch， 啊，特别疼特别疼。在牙齿里面呢会留下一小部分，就是我们的这个超级沙子呢是非常的软，非常的容易碎，所以呢在拔牙的过程当中呢它不会一整颗的就被我们拔下来。然后我们的第三颗牙， Ouch， 啊，这肯定很疼，我都能想象得到。但是呢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呢，我们只能是拔牙，因为你都不知道你是哪里疼。 Ouch， 哦，我都疼死我了，我都要疼哭了。我觉得今天的话呢是对于你来说有点多了，然后我们要不然就先到这里吧，然后要不然的话你就所有的牙齿都要拔掉的话会特别的疼。我虽然我帮不上你，但是你要不要打一点麻醉剂啊之类的？啊，我很疼，怎么办？那你应该怎么办呢？或者我们应该再重新定个日期，然后我们再开始拔牙，好吗，蛀牙先生？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然后我们先把嘴合起来。啊，我的牙齿都已经掉下来了，怎么办？蛀牙先生，你看你的问题就是你的牙齿呢是已经全部都坏了，然后它就特别的松动，然后它就特别容易掉下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用我们的超级沙子玩我们的蛀牙先生，也就是玩我们的牙医套装的时候呢，我们的牙齿呢特别容易掉下来，然后也特别容易碎，特别容易裂。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带给大家的视频，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的视频，不要忘了给我们大拇指向上的赞，也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或者是在屏幕的下方呢留言给我们，然后我们会非常开心能够看到你的留言。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